这个丁俊啊，要是找不到宋书涛留下的代码，我们就恢复不了网站。想当年宋书涛搞的那个地下博彩网站，连麦克都赞不绝口。宋书涛是比丁俊能干，可是就是因为他这个能干，他给自己掘了一个墓。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丁俊根本比不上宋书涛。 丁俊比宋书涛忠诚，忠诚，哼，我看未必吧。要不是因为他那个娘躺在那儿是个烧钱的无底洞，他未必对你忠诚。这就是老天爷的安排了，所以他必须得跟着您死心塌地。爹，干嘛呢？ 干嘛呢？上班。跑步上班。绿色出行，环保啊。这么热的天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哎，要不要我下来陪你一起跑啊？好，你送我。 就是笨，我担心他会误事儿。我盯紧他就是了。您说，我要不要再去见见陈静？完了，既然他说东西不在陈静手中，找他还有什么用？山哥，我还有一个法子。说，我们可以让他的老婆和孩子出国去，就剩下他光杆一个。等他老婆孩子。 出了国，一落地，我再给他女儿玩个消失，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必定请我们出面帮忙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不就死死的把他捏在手里了吗？嗯，这恐怕是你的一厢情愿吧？倒不妨试试。好，我立刻就办。 谢谢。等会儿，苏三。OK，是这样，我非常感谢搭了你的顺风车，但我现在要上班了，要不你回家？谢谢。你可真把我当司机了，那我是专程来找你的，你不能连饭都不请我吃吧？吃饭？啊？你没吃早饭？没有。哎呀，太不巧了。我要上楼换一套衣服。 然后上班，我现在来不及了，要不咱们下次好不好？我陪你换，要不我帮你换。不必了，你真会说笑。没吃早饭是吗？嗯。好，我陪你去吃早饭，吃完早饭你回家好不好？好。走走走，来，上车。哟，来吧。审计者，你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是来看我的海报？ 还是想找天宇哥给你开后门？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俩。乔总监，我今天过来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决定退赛。退赛？是。你退赛？谁给你这权利退赛？我退不退赛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 我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，你不能退赛，你这样就是不负责。是我不负责任还是你不负责任？我以为你会对小芳负责任，可是现在看来我应该是错了。你什么意思吧？我什么意思我都明白。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半途而废的，懂吗？他懂，没错，沈大模特。 你要是退赛了，太可惜了。你想啊，这么大的一个比赛，那所有人都看着我呢。你要是退赛了，我少了一个那么好的陪衬，别人还怎么知道我有多优秀啊？嗯，而且你不是一直想凭着这个比赛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吗？苏三，你放心好了，天宇哥，我。
我这人很念旧的，我也很大方的。嗯，到时候比赛的奖金，我一分不少，全都给你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，奖金还是留着自己。我又不缺钱。回来。走了。天哥哥，吃饭。苏珊。 Sorry，我开个例会，改天好吗？改天咱俩再约。真对不起，谢谢。每次碰到你都没好事儿，干嘛来了？说。 呀，院长好，真不好意思，劳李大驾啊。您说啊，哪里话？您还这么客气，您有事儿尽管吩咐，一个电话我就过来了。<笑>是有点事儿，请你帮个忙，坐吧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。 院长，实不相瞒呐，这是我多年的积蓄，我想请院长帮个忙，帮我买点红州增发的股票。啊，这个事儿啊，您怎么不跟乔董讲啊？我这么点钱，怎么好意思跟乔董张口呢？再说了，增发股票这个项目是乔董给你的。 我只不过是乔董的一个助手，我没有你这个能力揽下这么好的差事。你要是愿意呢，就帮我搭个顺风车，买点股份；如果不成的话呢，那就算我没说。嗨，您这是哪里话呀？没说啊？不过，你既然这么看不起我，我也就实话实说了。院长，请讲。 这个项目能不能吞得下来，还不一定呢。怎么讲？实不相瞒啊，我最近一直在忙着筹钱。要是钱不够，那肯定不成。是啊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什么叫资本运作。越是有钱人，就越有钱呀。院长。 你现在还差多少钱？7000万。7000万？你这么多钱上哪儿借去啊？唉。
画都是谁办的？不知道，我们看见的时候已经在这儿了。我们还以为是您同意的。我？可能有人假传圣旨了吧？啊！撤！还有，以后如果不是我亲自说拜谁，谁也别来。明白。你们几个把这边撤了。你当院长时间还短，要是沉浸的话，恐怕还成。这个陈进他可没少贪呀，他在名门医院基金会贪的那些钱呢，那真是数不胜数啊。基金会，喝杯咖啡。好啊。OK。基金会，名门基金会有钱呀、啊。可是陈进进去，他会不会把得死死的呢？是比以前管理的严厉些。不过，还是有办法的。什么办法？先找个窑头，把钱拿出来，只要一个月之内还上，就看不出来。基金会是月底才结账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定向增发的要求是六个月不能交易股票啊。是啊，这那怎么办？谢谢。客气。找我什么事？你怎么看着那么郁闷呢？还不是因为那台电脑的事儿。电脑？什么电脑？啊，拆的是吗？是啊，你把它过期了。哎，那不应该啊，你不是把那个电脑上的硬盘已经给拆走了吗？可是电脑的硬盘被人调包了。调包？要是有抵押公司，你就可以把股票抵押进去，你就可以一个月把钱还上啊。不过那你的效益恐怕要降低了不少。哎呀，林叔啊，你真是太有才了。收益少点再说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吧。这个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出来呢？我也是常常听天宇跟三哥他们谈生意上的事儿，只知道一些皮毛，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。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你看啊，整个项目需要一个亿，我手里有3000万，只要从基金会拿出7000万，我就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。到时候我再把这1亿的项目用8000万抵押出去，这一进一出我就已经赚了1000万了。等到6个月以后我再把股票一卖，这之前的3000万就翻番了。这样的好事情只有傻子才会不干呀。院长啊，那我的那点钱能不能啊？没问题没问题，我把你加进来。哎呦，那就太谢谢院长了。嗨，林叔，咱俩谁跟谁呀？你就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们就一起笑着数钱吧。那我可沾你光了，您才是我的贵人啊。我们捋一下啊，你看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那儿拆那个硬盘，对吧？旁边没有别人了呢，就你。狄坦哥，这就不好了。你干的，你让他掉包的，对吧？你有病啊！我自己掉我自己的包。那谁呀、啊？
我当时时间太紧，根本没时间检查系统，在那之前硬盘已经被人调包了。哦，也说得过去，确实有可能。哎，你觉得这事儿谁干的？我哪知道，都有可能，公司这么多人。是我办事不力。我听我爸说，那个硬盘里面装的是游戏的源代码。你说什么人会对那个感兴趣？他怎么跟你说的？女生？难道不是吗？是。你爸怎么能骗你呢？是游戏的源代码。我再问你一句，如果那个东西假设啊在别人手上，对公司会有什么影响？那咱们公司的机密不就泄露了吗？没有源代码怎么生存下去啊？难道你知道那块硬盘在哪？我？别闹了，你我连见都没见过，你在这弄半天，现在怪上我了。你这地毯哥，你这个脑子，我要是你啊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下次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学学我啊，我直接拿着这个电，这个东东，站到楼顶上从下面，啪就给扔出去，摔到地上粉碎性骨折，以后跟老板交代任务的时候，不好意思老板，这东西我没拿到，但是这个世界上谁也得不到，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。这不完了吗？怎么能说你呢？你不懂，天宇，是忍耐我倒是省事儿了，可是东西要被毁了，你爸爸得吃了我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喂，山哥，是我呀。嗯，基本搞定。刘玉是有点笨，不过最后还是开窍了。嗯，好，明白。你放心，好，好。早就听黎叔说过，你做事有一套自己的风格。我看你真是够滑头的。别闹了，你大哥。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很善良、很天真，都是大家形容我的这种词汇。第一次听人说我滑头。行了，不开玩笑了，以后。有任何事情，只要你需要帮忙，你来找我，好吗？我会尽可能的去帮你。还是算了吧，我要是跟你做搭档，我不得被骂死？别这么说呀，你真是误会我了，真的。算了，我还有事做，先走了。别太拼命了，你看你，拼命了还被人骂。再见。那个硬盘里到底有什么重要秘密呢？如果山恩真是卧底，那他拿走了那个硬盘，会不会对洪州、对我爸造成威胁？会吗？山恩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哎，姐怎么样了？房间里进了两个人。两个人，是，可我们那天明明就看到一个人啊。哎，对了，姐，那边还有一个脚印，你过来看看。就是这儿，先别动。这个脚印一定是那两个人当中其中一个人留下的。在警方来之前，任何人东西都不要再动。我相信这个脚印加上房间里的那些，一定会给警方提供重要的线索。哦，好好好，走。一直想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？没有，没有。对，我怎么会有什么心事？
知子莫如父。把那天你把自己灌醉，醉成了那样，爸就感觉到你一定有心事。我真没有，爸。真没有？真的，真没有。那就好，没有就好。爸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不结婚了，不想谈恋爱，也跟您一样做一个单身贵族，单身老帅哥。以后对，就我们两个人过了。啊，不不不，谁也不找。不不不，那哪成啊？我这半截子入土的人了，啊，你不结婚，我怎么抱孙子？这玩笑我开不得啊。不是爸，我认真的。认真的也不行。我问你，你现在跟他还有接触吗？谁？苏三啊？又装又装。那个沈姑娘，您不说她是卧底吗？卧底。阿鱼啊，你记住，以后有任何情况都跟爸说一声啊。没情况，爸，那么多事儿。行。杨队，这个屋子里已经采集完了。很明显，地上的脚印和凳子上的脚印都不是一个人。知道了，说对。亲自过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又挖苦我，我是顺路过来看看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有了结果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现在可真是职业病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又写报道？写什么报道啊，继父？是我跟小芳的房间，我必须要知道敌人是谁，好做防范。可是现在是我们警方在办案，你呢没有必要知道，所以呢，我就什么也不会告诉你。我。安姐，你别听杨队这么说，他听说你出事啊，一分钟都没敢耽搁。那你得告诉我。放心吧。干嘛呢？上。好啦，不用担心了。Richard， 这是截止到今天凌晨为止网上投票的结果。念。0352号选手苏珊排名第一。您负责的0296号蒙面天使排名第二。好吧，通知所有参赛选手，后天彩排千万不要迟到。好的。还有0296号选手就不用管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说就是不用管了。啊，好的。谢谢。我的亲老板，您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吗？其实啊，我从垃圾桶里捡了那一份，那是原装的。后来你让我给你打印那一份啊，是老板让我修改过的，因为我这不可能有电子版嘛。您说是吧？是吧？那您还记不记得您修改过哪些部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回去直接问你老板不就行了？我们老板给我交代的事儿，我哪好意思再去问他一遍啊？如果什么事都让他做了，还要我这助理干嘛呀？您说，是不是啊？当然当然，您做事也不容易，我再好好想想，是吧？就是。哎，怎么了？天宇，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，快点啊！二叔来了，他说待会儿会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哦，是吗？我爸也来了。他还告诉我，前几天你喝多了，差点出车祸，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不说我点好啊？是不是因为沈安？姐，咱甭提他了，行吗？天宇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是你不能伤害自己。
关于沈安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张白纸。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，还有待追究。你别把自己困在里面走不出来。干嘛呀，姐？说他是卧底的，是不是你们？好，现在证据有了，怎么现在又反过来说了呢？我不是替任何人说话，我是不想看见你这个样子。我觉得挺好的，现在终于明白了。人生啊，有的时候就像喝醉了以后开车一样，东拐西拐的，没方向就没方向吧，难得糊涂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及时刹车了？听天由命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马勇来找我，他说他不是有意要隐瞒你，他是想把事情调查清楚再告诉你，所以你也别瞎。怎么了，姐？今天是怎么老在替别人说话呢？给你多少钱了？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婆婆妈妈的，哎呦喂，我不想听了。我是怕你当局者迷。你是说什么公安卧底啊？什么？直接是警察呀，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后加上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是是，这个我记得很清楚。当初他说卧底的时候啊，我还一愣，以为我自己呢听错了。最后他又说了一句，我才确定。太好了。今天的会议呢，召开的有些匆忙，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紧急状况，而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。关于洪州本次定向增发的股票，我们呢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买家，他将以个人名义包揽此次增发的全部份额。哎 ，Lisa， 这人是谁啊？其实这个人呢，大家都应该熟悉，他就是我们名门医院的现任院长，刘玉。是我推荐的，当然按照惯例，我们公司的业务一直是证券公司来操作。可是大家可能没想到，误会我没关系，千万不能误会安姐，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对于这次把增发的股票全部指定给刘院长，大家有什么意见？我有一点自己的看法，我能说吗？你说。OK， 我真没想到这次名门医院能够有这么大的胃口，然后一下子就包揽了我们洪州增发的所有的股权，厉害。但是我觉得，为了我们在座所有的洪州的股东的利益，让我们在未知的情况下不受到经济损失，可不可以把你资金落实的情况给透明化？这个这样吧，刘院长的资金情况还有必要在这儿公布出来吗？不吧，这不符合资金运作的规律啊。爸，就这么定了吧，好吗？那好，今天的会议决定将此次增发的全部股票指定给刘玉院长，二叔负责这件事情的全部操作。这是一个办法。乔总啊，这次呀多亏您了，我看今天这几个大股东也是完全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才没有对我有什么阻挠，否则呀就算是我有足够的钱，他们也未必会同意我购买。这事你就不懂了，他们那些人呢，宁可把肉分成许多的小块去养一大帮小狗去吃，也不愿意留下一大块肉去养一匹狼。是是，说的就是。乔董，我是绝不会忘记您的再造之恩的。严重了，你啊好好做就是了。哎，是是。乔董，有关这个抵押公司的事情，您看，这件事啊，我看还是不要在国内找了，哎，找一家国外的吧，这样大家自然不会怀疑你的投资的。是，
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不过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啊。这事儿得好好商量一下。这样吧，晚上你来我家。哎，好的，我的车在等我呢，你可以先走了。哎，那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天宇，林叔，你们忙，我先走了啊。阿宇啊，今天在会上提出的问题很幼稚，让你老爸很尴尬。我是怕您和公司都受到损失，对不起了。你想过没有，刘毅的融资里头一定有政府官员，这种事儿能公开。孩子，生意上的事儿很复杂，水很深，稍不留意就会摔跟头的。这个我已经领教了。阿月，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帮刘玉啊？我觉得没有问的必要了吧，都已经这样了，看结果呗。晚上回来吃饭吧。爸有话跟你说啊。哦对了，让马勇送你回来，别再绿色出行了。沈姐来了。沈姐啊，我给你找了一个国内最顶尖的菜，他看了设计图说两天之内做好完全没有问题。太好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排名已经超过沈兰了，这三天之后是现场拉票，那您要是穿上那衣服绝对是晃瞎他们的眼。不错。哎呦，哎，我今天可碰到沈兰了，他说他要退赛，我估计他是听到了消息把输了呗。是啊，有我这得力助手在，他不输他都难的。德行吧，想要什么随便点，身体请便。嗯，你让我想想。来，什么？谁他妈让撤的？行行行行，好好好。什么撤了？啊，就是咱挂在洪州那海报被人给撤了。那山姐，您别着急，我现在就给您挂上啊，您等着，放心啊。你敢胡说八道你啊！我的海报挂不回去，你就准备好把你自己的头挂上去吧。放心吧，山姐，我一定给你挂上去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不是苏珊吗？怎么挂这么多照片啊？你看，那还有呢。是啊，怎么都是他的照片啊？嗨，这一定是天宇策划的。啊，可能吧。我们这场比赛呀，明天彩排，后天正式比赛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挂苏珊的照片。这一定是为苏珊造势呢。天宇可真有心呢。啊，走吧。我这里挺好的，以后没事就不要过来了，有事我会通知你的。嗯，小静怎么样啊？她好像好一点了，不像前一阵子那么消极。啊，那太好了，让她别往心里去。你们呀，也要好好想一想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。嗯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弟弟说那台电脑在他手上。可是他说锁着呢，问你怎么打开。
是不是他不该拿？没有，就是上次我问他的时候，他居然告诉我说没看见。到底里边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说要不然交出去吧。别，你要告诉他，让他好好收好，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处。你是沈教练吧？我叫陈小静。沈教练，我也想学跆拳道，所以还请您多多指教。千万别客气，我现在只是教跆拳道的小班。我知道，不过我听说您可以做私人教练，所以我想请您做我的私人教练。这事儿可能还需要跟中心先提出申请。我一直以来都想请一位比较适合自己的私人教练，这次遇上您也许是一种缘分吧。申请我已经递交上去了，不过我听说有好多人想请您做私人教练呢，所以我私下来找您，希望您能够选上我。好，我记住了。谢谢您。放心吧。珊姐，你找我啊？你去哪儿了？给你打电话也不接。我去给你挂海报了呀。我把他们现在全部挂在洪州集团的大堂了。真的？以后咱就这样啊，他们撤一次我就挂一次，我就不信我挂的速度没他们撤的快。珊姐，你放心啊，我以后保证让你的海报一直光彩夺目地出现在洪州集团。如果做不到，我李小富就告老还乡。说的挺好听，结尾还是要看你的实际行动哟。没问题呀、啊。明天彩排，后天就比赛了，咱们服装落实了吗？服装早就没问题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乔总监，除了0296号选手之外，其他选手都已经通知明天来参加彩排了。那0296号选手你也负责通知一下呗。那个选手不是一直都由您负责吗？那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啊，好的。Thank you。沈教练，你这地方环境不错呀。找被窝，密码呢？想要密码？怎么着得表示表示吧。要多少？这数。你白日做梦吧。如果我把这件事情告诉警察，说这台电脑是来路不明的，你不光一分钱都要不到，包括连卖电脑的钱都要给吐出来。你少拿警察来威胁。想当年，我姐夫是名门医院院长的时候。什么？你姐夫是名门医院的院长？是啊。陈静是你的姐夫？对呀、啊，他不光是我姐夫，那电脑都是我姐夫的。所以说，我要那密码。那是一分的反常，就怕这台电脑是偷来的。你这话说的，一家人能叫偷吗？哎，你是不是怀疑我没有这能力拿到这密码啊？不会，因为我有证，我知道我姐夫的软肋。他最紧张的人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那宝贝闺女。哎，咱们如果把他抓起来，然后再问我姐夫要那密码。他肯定给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人呢？
这种馊主意你也想得出来？这怎么叫馊主意呢？这明显是我在想办法帮你要密码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！如果用这种方式要来的密码，我情愿不要。你别走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电脑里绝对有好东西，警察都给打听过了。要不是当时我说这电脑没在我手里，现在这电脑已经在警察那儿了。好啊，那就直接交给警察，大家都省事儿。别！哎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我一定有办法能够要那名。如果是这样的损招，就拜托你不要再说出来，免得玷污我的耳朵。这戴不是你什么态度？你这是这真不是东西啊！我到了啊。行，那我在楼下等你。